它呢整个的内容哦，因为呢这个就像一个正头的一个嘉年华会哦，那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也是我们清水祖师爷呢出巡的日子，要来哦，让我们所有的庐下众弟子大家接受的我们感染到我们清水祖师爷的神旨神恩哦，那大家在这未来的日子当中的感受，犹如呢我们清水祖师爷就在身边一样的护佑哦。欢迎三重福安宫南山顶峰哈，咱的福安乡哈。这是我们的台湾西，也就是我们的北部西，那我们俗称也叫做蛤蟆西吼。
是咱的三丁吼，谢谢谢谢。那即将欢迎我们的神将团。行政团哦，还有大组，还有大组，对，哇天哪，大组完就老组，大组远大跑，两三阵。咱今日就咱请最中枢咱县长哦，咱的冯来祖哦，莅临咱恭迎到我们淡水平安师的红毯。清香献礼，只有咱后来做，会让不用咱淡水平安行。